结婚这么多年来，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大孩子的工具，他和他家所有人根本不帮我当一回事。同样是儿媳，但婆婆对待我跟弟妹的差距很大。他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的，大家都对他不好。我觉得他这样实在太悲观了。他家人不关心我也就算了，连他也不关心我跟孩子，而且还在外面跟别的其他女人勾勾搭搭的。我天天在外面拼死拼活的挣钱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。他非但不理解我，还无事生非。我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他还总是说我的不对，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带着孩子自己过算了。一段婚姻，两个孩子，如今有人说想走出这座婚姻的围城，我们的三位老师能帮助到这个家庭吗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严31岁，来自湖南，职业保险。女嘉宾小珍28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化妆师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跟过去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嘉宾不一样，两位是婚姻中的夫妻，对吧？嗯，是吧？是的。你们有两个孩子，对吗？是的。对。孩子多大了？大的快6岁了，小的1岁半了。哦，小的1岁半，老大是儿子。老大是女儿。老二呢？儿子。今天是谁想来这个舞台的？我在他家里生活实在真的是有点待不下去了、因为婆婆对我不好，老公他也对我不好。以前生我女儿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就是说跟婆婆有什么冲突、但是就是从他弟弟娶了老婆以后，我婆婆就对我特别的不公平。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呢，就随意的摆了几桌见面礼呀、彩礼呀，加起来就1万多。他结婚的时候差不多是7万，而且他那时候办婚礼的时候啊，办特别的风光。其实我们结婚只差了2-3年。这是比较得出来的。你发现婆家用了2种规格。后面你不知道，因为过年了嘛，婆婆要张罗一桌很大的年夜饭，我就准备跟弟媳两个人去帮忙。婆婆就说：“小红，你不用进来了，你等一下怕把你衣服弄脏，由你嫂子这里帮忙就好了。”当时我听了，我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的。那时候弟妹不是刚刚来做客吗？妈肯定是当做客人一样的。你有必要去计较那些吗？你又是家里面的长媳。刚好那一年呢，我跟她就是同一年怀孕的，那时候他就住娘家，我一直就住在婆家。你看我怀孕了这么好几个月了，我婆婆从来没说过准备给我动什么东西啊，就是说啊给我搞点什么好吃的。那天呢就买了一只鸡炖好，而且还买了排骨，还买了很多好菜，就给她打电话，她说：“小红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好菜。”那次不是接过来做客嘛，就是弟媳她接过来我家里做客，她就喜欢去计较去比较。我坐月子的时候，我住3楼，婆婆住2楼，她都不去看我，而且我坐月子还要带小崽，你知道吧？她都不帮我带小崽，我自己的衣服自己洗。弟弟的孩子她管吗？管，弟媳不是刚生下来吗？她就给她买好多衣服，买奶粉啊，买尿不湿啊。而我的崽崽，你知道，生下来这么久了，她都不给我崽崽买东西。你第一个孩子就女儿出生的时候，婆婆对这女儿好吗？第一个是他大的。你会发现说当弟媳进入了这个家之后，你的家庭地位降低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主要是相差太远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觉得妈妈是不是对待弟媳和对待她有天壤之别？我觉得吧，应该是肯定是有区别的，因为我弟媳家嘛条件确实是好一些。她家来的嫁妆钱10万，我老婆家来的是1万。所以你母亲对待这两个儿媳之间是有差别对待的，你是看在眼里的。